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德国媒体 Sport1 分析了拜仁新援沙迪奥文尼加盟之后的号码选择。在球迷的调查中，球迷认为文尼将会身穿17号的球衣。 Sport1 表示，截至目前一共有13710名球迷参与了调查，为文尼的号码提供了8个选择，12、15、16、17、22、24、33或者其他号码。在调查中，29% 的球迷选择了17号，20% 球迷选择了其他号码，18% 的球迷选择了33号，还有17% 的球迷选择了22号。 Sportman 分析，文尼截至目前的职业生涯，上面提到的号码里面，塞内加尔就穿过33号。文尼职业生涯穿过的其他号码，目前在拜仁都已经名花有主了。 Sportman 最后表示，加盟拜仁之后，对于文尼选择号码是一个艰难的难题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